师兄，俺对你不住啊！不要叫我师兄，我们师兄弟之情已经绝了，你来拿我吧！我怎么能拿你？你是我的师兄啊！跟我一起到梁山入伙吧！我虽为败将，却不言降。 可你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啊？我在阴曹地府等着你！撤！撤！撤！ 这是为何？我是主，不要放我过去！护城，你为何要捉我？哼，我要用你去换我妹妹。好歹是你亲妹妹。